各位购车志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Infiniti Taiwan 的营运总监毛文琪。那现在在我的身后，大家所看到这台非常漂亮的车子，就是我们全新改款的精品跑旅 QX50。那在我们的 QX50 上面呢，我们用一个日本艺匠的一个精神，来处处的来体现我们对于车主品味的一个追求。所以包括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外形我们这次全新设计的水箱护罩上面有各种的一个曲面，那透露出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质感。那此外的话，我们有全新这次新增的 LED 的一个日行灯，那包括我们全新的一个车头保险杆的一个设计。细细的来看的话，你会看到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面的话，都呈现出各种在设计上面的一个巧思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特别的也将我们的轴距增加了8公分，那来到2880mm。那这在同级车当中的话，算是最宽敞、最舒适的一个轴距。那能够让我们的车主，然后在车内乘坐的时候，能够享受一种自在跟优雅。那除了整个乘坐的空间非常的一个舒适之外，那我们的座椅的设计，我们是采用日式的一个 kimono 设计。那 kimono 就是日本的和服，那代表的是在优雅的部分，在整个质感的部分的话，都达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。那所以乘坐在我们的 QX50 当中，处处都体现到就是它的一个品味，那处处都感觉到 Infiniti 对你们的一个尊荣。那这次呢，我们采用的引擎是3.7升的 V6 引擎，那这颗引擎曾经是14连霸的全球最佳的引擎，那搭配着325匹的一个动力输出，让你在随时都能够游刃有余。那我们还有智慧型的4轮传动系统，那不光是能够让你应付各种的一个路况，那同时也能够提供给各位最佳的一个安全的保障。那我们过去的售价的话是217万，在改款之前。那这一次我们虽然升级了那么多的一个配备，但是在我们跟原厂的一个积极争取之下，因为去年 Infiniti 我们在全球我们在台湾销售的话获得了我们总部的一个肯定，所以这次原厂特别支持我们，用一个回馈消费者的一个售价199万，希望大家能够抽空到 Infiniti 的展示间莅临现场，谢谢。